Spend 24 hours, I need more hours with you。我一直对于自己的外形很自卑，很没有安全感，应该不会有什么男生愿意拥抱我吧。幻想中的拥抱，他的臂膀应该很有力，如果能有摸头杀的话那就更好了。感觉他个子也比较高，不过还没有让我感受到被保护的感觉，所以给个六分吧。他个子好像很高，而且他应该比一号要壮一些，从我的腰间抱的感觉很撩。八分。这个男生离我比较远，没有什么被击中的感觉，打三分吧。他可能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女生吧，就是这样的抱我都没有感到被保护。四分。好像有胸肌，他应该是刚刚五个人里边个子最高最壮的。我靠近他的时候能闻到一点点香味，还挺好闻的，是我想要的安全感。我给他打十分。我认为我是用最温暖的方式去抱，但是没想到还是输给了摸头杀。我学到了，挺意外的。摸头杀是我上场之前偶然想到的一个小点子，没想到女生会比较吃这一套。